先来一盘炒乌龙，再来点一个。等等，你懂吃居酒屋料理吗？我们来到居酒屋，首先要先点酒，生啤两杯。有，可以。再来，来些下酒菜。接着是店里的招牌料理，像这间店是炉端烧，点烧烤类绝对错不了。不是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啊，规矩这么多。哎，顺序也是很讲究的。一开始要先来一些盐烤类的食材，例如盐烤鸡肉、一夜干，品尝炭火，深入食材的心情。开到。接着可以来点一些酱烧类的烤串，例如酱烧鸡肝，蒜头收一下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会遇到李总？没有啊。你要下山吗？要下山。我说没有。嗯，还有朋友要来。以后吃美食，我就跟着你。你不会想要反驳我吗？反驳你？譬如我的吃法是错的啊，或者是还有更厉害的吃法？当然没有啊，你对美食这么有研究，谁会想要反驳你啊？是吗？那个臭屁的家伙可不是这么说。杰克吗？不是，一个陌生的朋友。